好了，本场比赛来自于中国队的大口队的韩国队的阿库玛。大家好，对于大口来说现在非常的被动了，希望他能够加油吧。首发还是选自己的主力。本场比赛规则是大口选择一个主力加两个随机对战的韩国阿库玛，三个主力八神把对方打到一个晕值。好，这一波葵花镰刀啊，板边两套葵花镰解决了对方的力量，韩国阿库玛第一个人已经没有了。希望大口赢的朋友刷个六啊，觉得大口不能赢刷一个九。这场对决对于大口来说很难受，我去，重拳头上不缺了一个天地板，等下一步确认了吗？兄弟都打康的了，谢峰来了，下一谢峰重拳梦弹八字一打出去，先把对方的血量给他打下来。对于大口来说这一臂百合，下一谢峰来重拳再来个八字女啊，大哥你这什么，什么情况啊，这是摇杆坏了吗？又是个跟反，这是个当身大气草杀出去，出了表克里斯跳 CD。 这个大周可不好打了啊，这个大周是阿库玛的招牌啊，对不对？进板边不要轻易滑铲，抓飞头大口，快摇快摇快摇啊，恐怕的手速真的是逆天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能摇到最多的半数，打康跳追加跳憋滑铲偷到吗？对方 CD 反击，现在大口现在跳 CD 跟对方下杀了，跳 CD 康跳追加 CD 两次，对面还有一下，一个 CD 就可以解他，结果大口拿下了韩国啊，库玛应该说没有毛病了，兄弟们不用看了，嗯，给他点个赞吧。